第一天他这样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。这首歌特别适合晚上听，嗯，而且我唱这首歌特别好听。那啥时候能听你现场来一首 live 版本？我也希望有这个机会。你这不会聊天吗？我来吧。就是给他对对对，小心啊，小心，会有点。OK， 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搞好啦，头发，哎呦。我来吹一下。练习到哪一步啦？这鸡蛋是不是？好了，你去。鸡蛋是不是要打？对，他在弄他的番茄蛋。你想想你的鱼怎么弄啊？他来把最难的东西交给他了。要不咱俩换换？不行，高难度的我觉得我做不来。我也不会做。那我来。我给你放进来咯，老张。OK， 我要专心的来开始了。老张要不要？我不用。哎呀，怎么锅已经糊了？为什么？太小一点，火太大了吗？把那个倒进来。哦 ，OK，OK。小飞，没事没事。我们要放点蓝莓酱，蓝，放点吧，管他呢。你开心，自创菜式。我不是，我查一下，番茄蓝莓能一起吃吗？